对呀、啊，这回跟高兴，你用就搞没时间了。哎哎。
我预料的，好多人呀！可能没有飞机。我们不要上班了。好，差了。我们可以说第二个先生。这个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等他开始啊？他所以他是卖什么？他是卖海鲜。海鲜，整件整件的。没有，他会去买。叫卖。我跟叶师傅看过这样啊，跟叶师傅看过这样有啊，每个礼拜三都在这里，都固定在这里。对，因为我在台中没有看过这样。啊不，你是来，你是来卖东西吗？你也是来卖东西。嗯，对了，对对对，那个要等他看有没有空，因为不能回来。叫货啊！要问老板，应该是不行，因为他预定的都是整件整件，已经订好了。阿婆呀，等下那个，你今麦拢是来你家楼道那赶快用用票呀！啊？好，赶快。那个，哇呀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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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大家都是真的是来抢便宜哦。不多会吧？直播什么？直播，直播，直播。老板，老板，我还是看你今天。那直播应该不辛苦吧？站在外面，没有啦，我要先拍一下集中的人潮的那个画面。